少越脏才好。我感觉他像是。可是武功倒很精彩。对了。小时候好可爱，教的好认真呢。请我会另外一个武术动作。啊！请。你会什么武功呢？我叫过来，我一起。其实他们一直就有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吗？嗯。其实他有教过我。对，因为这个扫把跟我不是特别适合。是，对，对，每个人适合的武功不一样。对，我比较适合的是。不太适合。不用武器的武功吧。那可以给我们小肉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。